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，OK， 所以这一盒呢，就是我们的 mangosteen， 里面有很多种的水果，各位可以看到哈、哦，很多很多种的 berries。那么我们都是说 berries 呢，都是抗自由基的东西的哈、哦、，berries 是天然的一个水果，抗自由基的。那么我们把所有的加在一起，那么用山竹来做它的 base。那么为什么是山竹呢？为什么不是榴莲，不是番薯呢？因为山竹它本身有很高的那个 xanthone 在里面、哦、我们所需要的最高的 xanthone 都在山竹里面 ，OK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接下来呢，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可以，来等一下哈，因为我看到有人可以换那个 screen， 所以我会关掉。好的，那么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叫做什么，我们的一个见证。大家想不想看见证？想看见证呢，给我一个掌声好吗？来，给我一个掌声，我给大家看见证啊、哦。好，那么这个见证呢是来自太平的一个见证，70岁，什么问题呢？你可以啊，会读的可以读了哈。他的背部长了一颗瘤，那么做了手术过后呢，他的伤口呢给他挖了一个洞，很深很大，那么没有包起来呢，那个护士就给他出院了。那么过后回去呢，慢慢的开始生脓，生囊啊，哈，生脓。那么当然呢，用了我们的，你可以看到右上角那边呢，右上角这边呢，看到吗？啊，右上角这边呢。就是我们的 Lisella， 我们的 Mangosteen， 还有我们一个产品叫 Balamo 的，一起服用哈，一起用。那么一个月过后呢，你可以看下面他这边讲什么？一个月过后，他的伤口呢已经没有流脓了哈，也开始长肉，没有像以前这么深。第二个月，他的伤口完全愈合了，只剩下浅色的疤痕。好，当然呢，我们在这个 MCO 这边呢是很难得的，会去，不可能请到他上来跟大家分享哈。但是他之前呢有给了我们一些啊。照片呢去看，给各位做准备一下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他的这个见证，他的这个伤口。好，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是他之前的哈，之前在这样子的一个伤口呢是很大个洞，很深的。那么擦干洗好伤口过后呢，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洞。那么只用我们产品的两个月的时间呢，可以看他了，他长回肉出来啊，这边呢长回肉出来。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见证哈、哦，我们也给他一个鼓励好吗？哦，我们给一个掌声，给一个鼓励一下，不简单的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见证啊、哦。那么他有的这个问题呢，都是属于我们说平时我们都会怎样讲，平时都会看到听到的，就是糖尿病嘛。OK， 那么他是个糖尿病病患者，那么65岁男的啊。一天医生啊发现他脚呢出现水肿，那么皮肤发黑，脚下面那边有一个水泡，那么验了这个水泡里面的血液呢，发现有细菌，糖尿病加上细菌，你最怕什么？啊，就是把脚锯掉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呢住院住了两天过后呢，就出院过开始吃抗生素啊，清洗水泡啊，但是呢他的伤口会慢慢的烂啊，流血出脓，所以呢也是一样，也看到那个产品呢用着我们的 mangosteen 啊。这个 Lisella 啦、Bellamo 等等的，多久时间呢？啊，我们往下看哈、哦，三个星期后呢，这个伤口呢开始的啊愈合，没有再流脓哦。6个礼拜伤口完全愈合，剩下疤痕。看了两个医生检查过后呢，两个哈、哦、就是说他要去找 optional 哈、哦，两个过后证明这个血液已经没有细菌，伤口也愈合了。那么他手上拿着啊、哦，你可以看到哈、哦。他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mangosteen 跟这个 Lisella， OK， 我们有图有故事哈，有图有故事，我们再看。如果你是刚刚在吃饭的话就不好看了，但是应该 3.9 应该不可能在吃饭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之前的脚，你可以看到呢有水泡，看到吗？这边有水泡哦。那么开始啊，这个水泡烂过后，慢慢他脚呢开始腐烂哦，第五天而已。那么3个礼拜过后。这个是现在哈之后，那么这个呢也是产品做的这个效果哦，产品达到这个效果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呢，我看这只脚可能会被锯掉了哈。那么我们很庆幸的，他们也很感恩我们公司的产品呢，可以带出这样好的效果来。OK， 那么这样好的产品，这样好的效果的话呢，我们怎样去吃，怎样去用，用了怎样把这个钱花出去的钱赚回来呢？我们现在马上进入 Jeffrey 那边，他准备好了哈，跟各位再一次。啊，解谈 Zero Plus 这个 concept， 来，我们把镜头呢再转回去给 Jeffrey 那边好吗 ？OK，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见证。OK， 来 Jeffrey，
听到吗 ，Jeffy？ 阿周，是谁的 device 啊？那边